林郑月朗后杯，因为会觉得第一就是如果酒店是提供一些即弃的朗后杯，那我可以环保一点。第二就是如果它是一些俾住客不斷用的朗口杯，我感覺上就會覺得啊，好像不是幾衛生。因為其實呢我自己會覺得啊，有些東西可能是真的入口或者掂到口的，那我會覺得我自己心安理得咯。那啊，都不如自己帶一個輕便的啦。酒店那些杯會不會有都帶私火啊？即是飲水那些其實我自己有私火樽的，咁一來係可以，譬如熱天啊，咁我可以帶出街用啦。咁譬如喺酒店，我又可以當自己嘅杯用啦。咁就避免咗唔一定需要用佢嘅杯。唔少市民以為酒店嘅清潔人員每次都會幫忙更換新嘅杯，但其實有冇換過，真係冇人知喎。就好似小卓所講，始終都係飲落口，食落肚，為咗自己嘅健康。最好都是多加提防，再不是就用熱水先冲一冲啲杯啦。